一这个附子，啊，这个粳米汤，这种都很严重的，比较严重的吐哦，因为胃里面太冷了，恶心，东西吃下去吐掉，好，腹里面又胀满，因为这个堵到中间的时候，上下不能衔接，肚子呢空到的，好，所以会有中满的现象，气胀的现象。这个时候呢，因为里面寒，上冲脾气出现有头足，为什么看到有头足呢？实际上就是肠胃在蠕动，还有动脉脉搏在底下，腹部的动脉可以蠕动，你可以看到肚子在动啊，啊，真的是看到肚子在动，好，就会有这种症状。但是呢，它是因为寒很盛，哎，东西吃下去又吐掉，上下又不能衔接，因为中焦是很寒很盛，好，这个呢上下痛不可近处，好，不碰都不能碰。这是大建中汤，好，而病人跟你陈述的时候，或者你看病人肚子一拉起来一看的时候，肚子你就可以看到这样子，好，好像有东西长在里面，好，有头足的现象。那大建中汤速度非常的快，好，跟这个附子粳米汤好一样，这个速度非常的快，好，是大寒痛的时候，所以我们有寒有深有浅，好，深有浅。像这种处方，如果说呕不能食，肚子不能好，如果我们把暑胶拿掉，如果把它换成半夏，半夏能够止呕，也是一样止吐利啊，好吐去水吐利哦，干姜哦，那个温中哦，然后人参，像妇人呢，女孩子这个太太做怀孕的时候呕吐的很厉害的话，人参、半夏、干姜汤，你把暑胶拿掉，换成半夏，好，这种都是马上就可以一剂就可以知道的，好，效果非常好。这个接下来这个调变呢，诸位看。大黄附子汤，好，实际上就是大黄附子细辛汤，胁下偏痛发热，其脉井悬，好，这个止寒也，以温药下之。区分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区分？哦，诸位永远不会弄错，教你一个方法。大便不出来的时候，我们分两症，一个是热，一种是寒，食就是堵到了嘛，对不对？是热食跟寒，这个热的时候，我们是用承气汤。好，承气汤症，所谓承气汤症，小便一定是黄，病人一定燥热。好，那你可以看得到烦躁，寒食呢，小便是淡的。所以有一个人，病人来找你，你就问他，你说大便如何？哦，我有时候五天不大便，然后寒食的不大便呢，不为所苦。哦，他说呢，五天不大便，我没什么难过啊，很好啊，我一点感觉都没有，就是寒。寒的意思就是小肠、大肠都没有蠕动，没有速度停在里面，所以他不会痛啊。如果是热食的话，一定会痛。好，主症呢就是痛。啊，这个无痛。哦，五天不大便也不会痛，肚子也不痛，小便呢，啊，清。白，我们就知道寒食，这个呢小便一定是黄，啊，严重的时候哈，病人会发狂奔走，啊，或者语无伦次，啊，因为燥气会进入头部，会烦躁，啊，小便非常的黄，那这个小便是清白的，啊，寒食的脉呢细小，热食的脉呢宏大。这个非常好区分，好，那寒食的一看到病人舌苔是白的，热食的人看到舌苔是黄的、干的，哦，那等到大承气汤是很严重的时候，那个舌苔都干到黑到翘起来，好，那同样的寒食很严重的时候，舌苔也是黑的，但是黑的发亮、油光光的、很湿的黑。大承气汤症的话是很干燥的黑，好，那这个寒食呢是很湿润的黑，哦，所以两个不太一样。大黄附子细辛汤处方的时候，好，你看你把通通等量三个等量也可以，平常我在处方的时候是这样处方，
好、哦，泡父子三钱，啊、哦，细心两钱，啊、哦，大黄三钱，好、哦，这我实际上处方我是这样处方，好、哦，那这三味药呢，过去汤剂也是五碗水煮成两碗，好、哦，你一次分三碗，分三碗来吃，好、哦，那这个。大黄附子细辛汤就是小肠大肠寒食好用的。好。所以诸位现在得到一个讲到这里的时候一个观念呢。我们这个大黄附子细辛汤这个呢是下焦的寒食。哦，如果是中焦的寒食呢？哦，甘草干姜汤。如果是上焦的寒食呢？就是我们刚刚介绍过的三物小白散。好，三物小白散。这帮诸位稍微整理一下。继续呢，诸位看这个寒气厥逆赤丸主治，到现在呢非常这赤丸很好用，但是一般的医生不会用。我现在告诉你差异在哪里，寒气厥逆跟四肢厥逆不一样。四肢厥逆的时候我们用四逆汤，比如生附子、干姜、炙甘草，四逆手脚冰冷。这里的寒气厥逆呢是手全身有水肿的现象，所以说你如果看到病人是水肿，四肢厥逆有积水，吃完没有积水，四肢冰冷，好、哦，这就是四逆汤症。这种差异就在一个有水，一个没水，好、哦。所以诸位看，当你知道有水了以后还没水，诸位看这个处方：乌头、茯苓，茯苓是利水，半夏能够止呕，细辛好、哦、能够去水。细辛的功能很好玩，小青龙汤里面有细辛，为什么？因为细辛能够把水降下去，能够止咳，能够把水降下去，好、哦，所以细辛也很好。刚刚讲大黄附子细辛汤也在用细辛，为什么？因为它能够把水排掉，好、哦，能够让细辛要很热哦，能够让小肠，好、哦，这个肠度温，这个小肠温度起来，那同时呢，细辛能够壮胆气啊，好、哦，胆气不够的时候我们用细辛。那过去呢，细辛也可以止牙痛啊，牙齿痛的时候啊，难过，拿个细辛啊，进把它塞到牙缝里面去止痛，好，单味药的使用很多，啊，诸位可以参考《本草经》的。好，那这个赤丸呢是要做丸剂，好，珍珠为色，就是用朱砂，好，那个做成丸剂以后，朱砂不是混在里面的哦，朱砂不是说你在做丸剂的时候把朱砂混进去，而是你这几个药做好以后，药丸出来的朱砂呢。就一斤好，比如说一斤，对不对？那个一罐一斤，我们过去呢用那个指甲挑一点点哈，那不是慈禧太后指甲，一般的那个很脏的指甲，这样你就记得了哈。其实就一点点的量丢到里面去，大概一小茶匙哈，很少一点点的量。比如说你这一斤的药丸，大概朱砂只要一颗药丸的量，丢下去以后，你说老师这个会混合？会哦，你这样一打全部变红色。朱砂就这样子，整个变红色，所以我们运动剂量很少。好，这就是朱砂包到外面。那这个外面的中药呢？这个药商药房不懂啊，又弄很多啊、哦。卫生指数说，你看那个朱砂太过了，好像被攻击说里面有汞，实际上朱砂里面有真铁在里面。我们一点点的量，用一斤，你想想看，它一次挤几颗，你有多少量进去？不会嘛，没有关系的哈、哦。那过去他们不会用朱砂，好、哦、才是造成这样的。那吃的时候，因为你看乌头，老师的乌头很凶，你看他只吃三颗，对不对？三颗不够的啦，我都叫病人吃个10颗、20颗，好、哦，哪有三颗？好、哦，所以寒气厥逆的时候，病人全身呼，连这个时候哈、哦，病人连吐出来的气都是冷的，所以我进去看水肿，全身的水肿，手脚冰冷，脉好、哦、也非常的微细，手脚是冰冷，好、哦，就是跟四逆汤的差异就是。水肿，啊，简单讲就是这样子。好，这个消水的力量很强哦，非常的强。好。
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要跟诸位介绍大乌头经。在经方里面呢，最热的、最凶的药，最热的药就是这个大乌头经。好，腹满，它是肚子胀满，不是痛啊，没有腹痛哈。脉弦而紧，弦呢就是有水、有寒，好紧。啊，玄则胃气不行，因为寒素到这边，阳气就没办法动，就病人就会有恶寒的现象。好，如果体内身体里面呢本身有热，外面脉又弦紧，这个时候表面上是寒症，病人会恶寒，里面是热，你舌头伸出来看看，哦，热的，肺里面是热的，外面是冷的，这就是大青龙汤。那如果说肺里面是冷的，好，你一看那个这个病人肺里面是冷的，好，那脉又是弦而紧，就是表寒里寒，就是小青龙汤。好，如果用寒热阴阳表里虚实寒热来区分处方，是最容易辨证，也不会误用。好，那这个人呢是胃气不行，已经好脉紧不欲食，邪正相搏，即为寒散。寒散的定义是什么？是上中下都寒。我刚刚讲的大青龙小青龙是表面是寒的，但是肺里面是大青龙汤，肺里面是热的；小青龙汤肺里面是寒的，两个都会有咳嗽，因为是在肺上面，所以会有气喘，会有咳嗽。所以你如果看到一个人气喘，我就看过这样子啊，这个病人呢，两个月不能睡觉，失眠，对不对？那他的咳嗽又喘，一看他舌头伸出来一看，白的，口渴不渴？不渴，他是没有咳嗽，但是他是喘气很厉害，又失眠。哦，我管他失眠的小青龙，青龙本来是麻黄吃了不是不能睡觉吗？我还照开，因为他是小青龙汤治疗，开小青龙汤给他，他吃完当天就睡觉了。你说他你要对症，对不对？他好开心的，我看到麻黄开3000给他，他吃完药以后回来说，我这辈子没有睡那么好，你看那麻黄。哦，所以说你要对症都可以开，没有关系。但是青龙汤只是对的肺里面的寒，这里的寒散的定义是什么？就是上中下都寒，里面整个是寒的，才会使用到大乌头煎。散呢，你要跟西医的散不能放在一起做比较，不要给它好同样，比如说散气啊，肠子下坠，这不一样哦。好，里面整个是胸腔里面整个是寒的，身体里面寒的。你看哈，寒散呢会绕脐痛，肚脐绕一圈痛，好，一直绕了。若发则白筋出，手脚冰冷。好。为什么会有白筋出？我们有几种地方都会看到白筋。好，这是个人体肩膀。如果说肺里面有阴实，肝里面有阴实，什么叫肝里面有阴实呢？如果里面长了肿，肝里面有肿瘤、硬块、肝癌，这个阳要入阴，我们每天循环的时候哈，这个阳气要进入阴气，但是呢有实在里面阻到，所以阳没有办法入阴，就会回逆。回逆的时候，肺里面的津液本来就是肺是色白，颜色是白色的，这个津液本来要入肝，没有办法入肝，回逆出来，所以嘴巴吐出来，白津。好，实证的时候会有这种现象，肺里面阳也没办法进去，堵到阴里面堵到的时候也会吐白筋，所以癌症的很多病人呢就会医生还奇怪为什么老是口水很多，一直在吐口水。好，就是阴阳要分隔。好，阴阳分隔，那阴阳分隔的时候，一天有24个小时，好，我们分成12个时辰。好，阴阳分隔的时候，比如说是下午3点。好，到晚上7点，好，就是这段时间他燥热，病人燥热的很厉害，好，病人燥热很厉害，你知道哦，还有7点了以后，一直到第二天的下午3点还有机会嘛，对不对？那你越治的时候，他燥热越来越厉害，越来越厉害，代表阴湿越来越强，越来越强，阴阳越来越分隔，分隔只剩下2个小时了，太走了的，
所以你在问病人问诊很重要。哎，你燥热好，那燥热到什么程度？哦，我以前都是晚上燥热，白天还好。现在呢，晚上白天都热，就代表病情一直在恶化。好，当病人讲燥热的时候，可能西医来说就是低烧，就是他的也不是发高烧，就是低温低烧一直在里面，就是癌症持续在恶化。那你同样的，你把阴室打开来的时候，自证的时候，它一直退，哎呀，我的热一直退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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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代表病人在啊救回来了，病人在，好、哦、这个好回头，好、哦、这种阴室会有看到白筋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这里，整个胸上焦、中焦、下焦都是冷的，寒的时候里面寒很盛，就津液要进去啊，阳液阳这个色白都是阳液，好阳的津液，阳津。阳经要进入阴啦，都阴里面都是要进入脏，里面都是寒的，没办法，他只好往外走。其实它是寒在里面，但是并没有实，只是寒，所以它脉是悬而且紧。好，全身呢被寒束住。这个时候呢，大乌头尖，单位乌头，这个乌头大着五枚，熬去皮哈，不必拘，这个咀嚼的咀哈，咀嚼。我们过去药哈，就是牙齿要把它咬咬，然后分开来丢了。那这当然不要咬，这咬你还没煮药，人就死掉了。因为你这个你这个乌头怎么会去咬它？他就说你不要去咬它，因为它是毒药。你不要再去咬啊，好，它好，对啊，那你对啊，你出师未捷身先死，你还没你要帮病人弄大乌头尖对不对？你再弄药你去咬它，好死掉。好，那大乌头呢？好，这个没有五枚那么多哈，没有不要不要真的五枚哈。临床上我们做的时候，大家记得我的话，就按照我们在乌头前面介绍的乌头使用的方式的时候，乌头汤的时候哈，用三碗水，好，煮成一碗，一两个乌头，三碗煮成一碗，或者是二碗煮一碗，好，那如果你是三碗煮成一碗，汤要比较浓，比较浓的时候你就放两碗蜜下去，如果你是两碗一两个乌头，你用两碗水下去煮的时候，这个时候你放一碗蜜就好了。因为两碗水煮成一碗的话，速度很快嘛。你乌头毒还没有完全出来，你已经结束了，对不对？把乌头渣丢掉。好，那经方里面他在讲的时候，好，你看哈，这里就写得很好，跟我们前面介绍乌头汤就不一样。这里呢，所以就把先就乌头煮过，把乌头丢了，再跟蜜混在一起煮。前面讲乌头汤的时候，是不是那个混在就是直接用蜜去煮它？煮它的时候你怎么拿那个镊子去挑啊？好，没有那么笨嘛。好，所以我说他不会做菜，这个就会做菜。好，这个会做菜。好，那这个三碗水煮成一碗，那放蜜下去以后哈、哦，再煮一次，加热过乌头的毒性就下降，再跟蜜又去解乌头的毒，再煮第二次，所以毒性已经很轻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好、哦，你说壮的人呢，好吃了个七个汤匙，小的人吃五个汤匙不好，明天再吃，不可一日更服，因为它很毒。那不要你不要真的吃那么多哈、哦，平汤匙的剂量，平匙的剂量，好。吃下去以后，老师他没有重病，头没有昏，舌头没有麻，再吃，不要明天再吃，好，一点一点进去比较好。而且这个药实在很凶，好，就是单位乌头用在治疗寒散。所以平常呢，我的诊所呢，就我怎么敢把乌头给病人？我不给乌头病人的，我是乌头蜜熬好放在那边的，我帮他熬好，你知道，免得我让他去熬，他熬错，好。那我就乌头蜜熬好就安全啦、啊，然后告诉他给他一罐，然后上面注明了一次最多一茶匙，好不可以增加，下面注明，就是一个汤匙到抱歉就一个汤匙，中国人的汤匙也平时，好或者桂枝汤或者乌头汤里面，好，这是寒散白筋，好这边看到了，只要看到脉沉紧，沉脉都是里寒很盛。好，这就是上中下通通是寒，这就是寒散的定义。好，寒散都会看到白筋吐出来。好，那这个寒散的人呢，当你用大乌头尖把腹部的寒去掉了，去掉这个人寒了很久了，对不对？里面都是寒啊，寒很久了，肠胃里面呢空的。这个时候我们去补血，补血的话，所以后面紧接着张仲景就放了一个补血的处方，当归生姜羊肉汤，好，当归生姜羊肉汤，那这个汤很好喝，很好吃。好，现在是夏天，
我们如果是冬天的话，我来煮锅给你吃吃看。好，那这个很好吃，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好，当然我们吃素的人很多。好，那这里呢，寒散肚子里面是一样。好，这个腹中痛就里面寒痛啊。这个处方如果说是你寒得很严重的，这个当归生姜羊肉汤到不了啊，要用大乌头煎。严重就是说已经吐白精了，你才会用大乌头煎。没有吐白精，只是肚子里面比较冷，身体比较寒的时候，你就可以使用当归生姜羊肉汤。好，这个当归呢，好三两，好生姜你要三钱，好不要三两那么多，好这个生姜5钱，好比好要3钱5钱，然后羊肉呢放一斤，好那会煮的羊肉的会煮羊肉汤厨师呢挑羊肉的话就带皮的羊肉，对不对？那就很好吃。好，那三味呢用水来煮。好，那这个寒多，好重用生姜，这个讲的寒多就是胃的寒，加胃加的寒症，加入重用生姜。痛多啊而呕者，加橘皮，好橘子皮。白术呢，好这个，好这个因为这个白术可以祛湿嘛，好加生姜。好，这个你可以增加一些药的话，你可以增加一些水在里面，再多熬一下，只此而已。好，只此而已。那我们会选用羊肉，在肉类里面呢，好有没有羊肉呢？是肉的顶级最好的东西，比牛肉、猪肉都好，啊，顶级的东西。所以说，在高原地带的人吃羊肉，啊，你看那个羊的山羊哈，它会在山上跳来跳去啊，啊，那个牛就没有办法，那个猪更笨啊，好，直接下面走。所以呢，你要吃的羊肉跑来跑去，对不对？好，羊肉是很好的。好，所以说，我们如果是在高原地带，啊，住在青藏高原的地方，因为气候比较寒冷，那你必须要吃奶酪啊这些东西哈，比较纯营养的东西，羊肉它才能生存嘛。因为当地的环境气候很恶劣，那你如果住在台北市平地或者住在一般城市里面，又没有那种很恶劣的环境，你吃那么营养的东西哈，在冬天吃比较好。啊，那夏天吃的话，你除非你有寒散，吃的寒去掉，否则的话吃太补的话，它那个哦，这个对身体也不是很好。好，所以说我不赞成大家去喝牛奶的原因就在这里。但是如果是今天我们是住在高原，啊，青康藏高原，或者住在 Denver， 啊，那种美国的很高的城市，山城里面呢，啊，我们就需要喝些牛奶，啊，能够啊度过这个寒冬，那是必要的。好，所以这个是我们经方在使用。病人血虚的时候补血用的，啊，又补血呢，又能够去寒，好，所以是很好的滋补的一个方剂。好，再来呢，这个处方就是我用了很多的用这个处方。好，寒散腹中痛。逆冷手足不仁，若身疼痛者，刺灸诸药不能治，抵当乌头汤。这个抵当不是什么抵挡汤，好，抵当就是北方人说的，只有乌头汤可以，乌头桂枝汤可以治疗。桂枝汤呢是解肌，好，是来调和阴阳的，调和阴阳的，好。那当我们身上寒很盛的时候，寒在肌肉里面的时候，我们用桂枝汤，光用桂枝汤下去，桂枝只能去风啊解肌，但是没有办法把它寒去掉。这个时候我们要靠乌头，啊，手足不仁，身疼痛，这个手脚，啊，我过去呢，我们应该在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的时候，我们应该是要乌头汤，乌头汤就是用乌头配合麻黄。这个黄芪啊甘草这种，那白还芍药，这个乌头桂枝汤跟乌头汤不一样。那我之所以用这个乌头桂枝汤来治疗风湿关节炎，就上次我跟诸位介绍过，因为麻黄，因为病人很多病人呢心脏都不好，开麻黄下去吃的时候哈，心脏都会动悸哈，它不好的原因可能吃西药吃太多哈，造成这样子，所以我就用这个来治疗风湿好关节炎的。那实际上，真正的治疗那个类风湿性关节炎，应该用乌头汤，而不是用乌头桂枝汤。但是我用乌头桂枝汤，啊，因为原因在这里。好，诸位看，这乌头呢来逆，好，
这样，我们用桂枝汤呢，比如说桂枝汤，你用桂枝三钱，桂枝三钱，白芍三钱呢、啊，好、哦，炙甘草两钱三钱没关系哈、哦，生姜两片，红枣十个，你六碗水煮成两碗以后呢，乌头一样，乌头蜜哈、哦，你看这里就是一味药，以蜜二升减煮哈、哦，减半取，把渣去掉，这个怎么去渣啊？那个这个蜂蜜煮它就不得了了，好、哦，诸位就用一两的乌头，用两碗水去煮成一碗。这个时候把乌头渣丢掉，变成一碗的乌头汤，乌头汤再配合一碗的蜂蜜，两个下去，两碗煮成一碗，然后吃的时候加一匙蜂蜜下去就可以了。好，好，那吃下去以后哈，其滋者如醉状，得吐者为重病，就是这个乌头这个非常热性的药，它到四肢、全身、四肢、手足上去，好，到处就流出来，把肌肉里面的寒湿还有。胃里面的寒湿、胸腔里面的寒湿，通通排掉。好，这个就是乌头。好，真正我刚刚一再跟诸位讲，经方在历劫篇里面的时候，我们是乌头汤，好，不是这个乌头桂枝汤。好，这一个条变呢？突然跑出来，也不知道他为什么突然跑出来哈。反正既然放到这里，我们就在这里解释：脉速而紧，乃弦状如弓弦，按之不移。脉弦速者，当下其寒；脉紧大而迟者，必心下接。脉大而紧者，阳中有阴可下之。什么东西啊？哦，真正的意义是这样子。当我们发现到病人呢，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，阴阳是相互相辅相成的，哦，这都是极。如果阴阳是分隔开来的，就是凶，好、哦，就是凶。我们比如说一个人呢，他这个平常他不喜欢见阳光。他是喜欢躲在家里面，然后也不喜欢讲话，哦，安安静静的。然后你看他的面色很苍，然后也不口渴，哦，这个不喜欢见人，然后看到人就横条，很都躲起来。然后你去他病人家里面访问他的时候，你说他那个病人在哪里？他在衣橱里面。这都是阴症啊，阴症就是因为他阳不足嘛，哈、哦。好，那你伸到衣橱里面，把他手抓起来摸他的脉，一摸他的脉。是脉好有力，那这个是阴中有阳，然后阳中有阴，好，那如果说病人呢是很高亢，就是讲话声音很大，人很烦躁，我就那个精神很亢奋，好，眼睛瞪得很大，还闭不起来，这种是阳亢的症状，好，那也出现有阴的脉，都是比较互相好，就是阳中有阴，阴中有阳都是比较好的。所以这样子看的时候，诸位看脉速而紧，乃弦状如弓弦，好，这个是阳脉，对不对？安之不移，脉弦速者，当下其寒，好，这个里面是有寒症，但是你摸到的脉是寒脉，很强的脉，可以下它的寒，好，你看脉紧大而迟者，必心下坚，还有脉大紧者，阳中有阴，这种都是你摸到它的阳脉的时候，知道它里面。比如好，这些阳脉，比如很强大、很紧，但是里面是阴寒的，好，我们可以攻下它，它就这个意思而已啊，好，所以这个条变看起来很让人家迷惑，实际上就是阴阳是相合的，阴阳不合的时候是怎么样子？好，比如说现在有一个人来，他没有力气了，讲话也讲不动，好，讲话这个没有力量，然后走路也不能走，轮椅推进来。然后眼神也涣散，没有力。你一看，人是不是很虚弱？好，大小便也不好控制。你摸他的脉，是很虚弱的，这两个是合道的。如果脉很大很速，这个人走了，完蛋了。了解我意思吧？因为你急虚的下面状态之下，那个阳哈，阳要隐藏在里面，还有得救。那阳已经浮出来了。这个后面的脉，这个时候出现的脉大，是病人剩下的最后的一口元气，他阳往外走，就是你摸到脉是大的，
好，或者是你摸到这个人非常的高亢哈，就精神非常的好，坐那边但坐不得卧，晚上通宵不能睡觉，实际上是肝癌的末期。那肝癌的末期的时候，你一摸他的脉，他如果是脉是非常的细小无力的，也是啊脉证不和，好，这种比较。